凉拌木耳。佛门修行是开显世间一切事物，是还复生命本来面目，过着少欲正直的清净生活，让心灵平静，无有烦恼。一悟而修是静中养成，开门而行是动中磨练。行者不懂得自我关照，拣择修行法门，终无所依。佛门的一日，逐一揭示生活修行的入道要门。佛在灵山莫眼求，灵山就在汝心头。人人有个灵山塔，好像灵山塔下修。